这里 M&M 爆炒，那有点背光，然后这个可能是这个电机线它没有接好，它两个端头没有接好，然后这里有个箭头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箭头，这里也有一个箭头，这两个箭头要对上，就是这个箭头，箭头要一定要对齐，然后它还是有 M， 还是有爆错，我们再重新关机。然后再开机，它就好了，就没有这个报错了。